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OK， 现在玩游戏是《生物幻想》。好，那我们继续破解这个迷雾吧。这边还有个东西，这是什么？上弄的武器。这里也有，究竟是遇上了什么？如此匆忙的丢下武器。这边一个宝箱，玄玉，好像没东西了。好，往前走吧。雾浓的看不清路，先别乱走，免得跌进湖里。我就是要跌进湖里。好了，我们先不要走有雾的地方。可是后面能走吗？这刚走过了、啊，可是还有哪边可以走？这里吗？这也不行啊！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望叔？这边还有一个神像，总共有三，目前有看到三尊神像，都是毁坏的。吓我一跳！有脚步声，脚步声，哎，所以现在嘞，挡他们吗？嗨，哎，存档点没有了。雾浓的看不清路，先别乱走，免得跌进湖里。哎，存档点不见了。果然是他，我们运气真不错。小子，上回的账还没跟你算。哦。又是你，是你们，小子，上回的账还没跟你算。魏延、李刚、望舒，没想到你离开了旅团，眼光还是一样精准的。你这次看上的是这小子的指环，还是神医？不如我们合作。将他们一起拿下吧。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早就和你们和黑市没有任何关系了。优先击退满满，再击退灭眼和力刚，这两个就是上次不小心被那个是什么飞星那个时候的大胡子击落我们的山崖。啊，怎么切换人啊？看一下啊，怎么集合满满？怎么选啊？尴尬了，怎么选？我看一下，哎，怎么选啊？找 S 应该可以啊。因为完全不知道怎么这个吗？这不能用点的。哎，怎么办？可以换人吗？好像不行哎。我查一下。哦，各位，我会了，原来就放相键而已。然后切换攻击的，我方人员是用 Q 跟 E。好，那我知道。还有时间。是你了。
他们是变强了。看一下，好。哎，打不是很痛哎。呆子，他们手上有许多奇特的法宝，小心点。嗯，好，我们还可以再攻击一次。园林。他没有写几回合，所以必须阻止。不要听他们讲！训练的好满满，竟然连这些人都无法应付。毕竟才驯服不久，又再加上望舒，少啰嗦，还不快跟我一起制服他们！令满满死亡，敌人愤怒了。哇，好痛，好痛，好痛！到底，啊，按错，先解决右边那只。望舒不是很强哎，哇！我不会放弃。你太痛了吧！哦，有点难打。哎，为什么他们还不攻击我啊？是你的。哦，打我一下子，哎呦，这样科学吗？强！得罪了！快来帮忙！竟然没打到！哦哦，痛痛痛！
得罪了，死的吧。可恶，刚刚那一闪而过的巨牛是什么东西？李刚，那臭小子有神兽护身。听你这么一说，那模样竟似失踪多年的凶手傲狠。哼，厉害吧，有傲狠。耶、yeah, 赢了赢了赢了，看来在他们手中讨不了便宜，必须另谋他计。走，反正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神医，让团长对我们刮目相看。你说的对，还是神医重要。又是普，看来他们暂时对你失了兴趣。不过你是怎么和他们扯上关系的？此事说来话长。对了，我决定了，这玉石还你吧。望舒姑娘，我不拿朋友的东西，这是我望舒的原则，再珍贵也一样。我知道了。银川，你的本事还挺大，居然连浓雾都能驱散。与水相关的术法我还略懂一二，没想到高士山竟是如此仙灵之地。听说这山里有食人野兽出没，你可别大意。银川，是你吗？早月，好久不见。低人族，你要上山吗？这山有些危险。无妨，你不许为我担心。银川，你的鱼尾还是无法恢复吗？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鱼尾？银川，他的意思是……小飞星，叔叔姑娘，抱歉，难得遇见故人。游眠看来一时也无法走开，我施法让你们不受云雾影响，你们且先行一阵，我们稍后赶上。嗯，也好。银川，多谢你，你不需顾虑我们，我们山上会合。望舒姑娘，虽有银川兄弟术法的加持，但此行上山恐怕仍有未知凶险，你们一定要紧跟着我。我可是人称烈影惊鸿的望舒，你别担心我，尽管守着西雨妹妹便是。好，刚才望舒该不会要说啊，银川，该不会你也是低人族吧？他这耳朵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吗？对的话，难道你的双脚不是自由变换的？被打枪。神鹰布阵在前，但风已打乱。刚才是从这边过来的吧 ？OK， 可以存档。我们先存个档。这边可以过去吗？可以。幼玉
我先存个档好了，先不要乱走。然后这个游戏好像的那个献祭的那个玉啊，还蛮重要的，要不然你战斗其实不太好战斗啊。所以说，大家地图人多逛逛就多逛逛啊，捡一些宝玉啊，这个什么 ？OK， 好，这边的地图大概就这样，没东西了。好，真的。好，我们来再逛一下这边的地图。这边的桥是绕一轮的，所以连到刚才我拿宝箱的地方。然后这边好像没东西了哈。OK， 我这样转大会头会很晕啊，我自己是蛮晕的啦。东西吗？哎，有，这边有一个，这是什么？神秘物品，丹玉。前面是不是有鹅啊？还是鹤？水岸边似乎有些异样。异样？哦，是鹤哎。会打欸，鹤翼阵，敌人摆出了鹤翼阵。那个中间那个什么，可以跑位置吗？好像不行哦。应该先打中间那一只吧。好痛哦！仙人来帮忙！请多指教。怎么样？撤！嗯。好，我一次给中间那一只死。他有一个菱形的符号在身上，那个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后羿阵破阵，哦，你是阵眼哦。OK， 又没打到。还是吐胆是不是？还是吐汁？攻击力一直提升，讨厌哎！这两只，请多指教。怎么样？好，多一只啊！你好像吐汁啊，吐头吐口水。嗯哼哼哼。你的，赞赞。
鹤群怎会如此狂暴？小飞星，他们都不听细雨说话了。他说岸边有异常，是这边吗？哇，手好痒。龙之玉，看有没有什么装备？副手。然后看起来没什么装备。好。瑶池仙丹。这是什么？百者灵石。感谢神灵的恩赐，我一定会好好使用此物。百者灵石。白者灵石在哪里？没啊。随便啦、他都没有那个什么新品。注意周遭动静。怎么了？他都没有那个新品的狼尾，就我就不用他，不用找他。哦，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好，走吧。杀毁，吓我跳！这是地名吗？只怕山上岩石松动，我们得多加注意。地名，龙之玉。放心啦、反正主角也死不了了。贝币1500。这边过不去，这里呢？你看是不是就是有东西了？甲子银丹，好，走吧。竟然有老虎。老虎，得罪了！别小看我！血好厚哦！哇塞，你是打400滴？请多指教。这招好烂哦！吼吼！谢谢来帮忙，得罪了。13连击！哇，那个是扣血是不是？有点麻烦。哇，一直扣血不是办法哎！哇，600，太夸张了！我不会放弃！帅！谢谢来帮忙！不要再扣血啦！必须阻止！好。
哇，那怎么越打越痛啊？这不科学啊！失礼了。还有他一次只能攻击一个。我不会放弃。哇哦哦哦，不行了，那个细雨先补个血啊，请多指教。哇塞哇塞塞塞，好痛啊，我不会放弃。快了快了快了快赢了，还好还好我有复活的。哇，不要这样好不好，给你面子啊大哥。再一击！哦，哎，没有扩血，太棒了！必须阻止！是你说的，哇，有够难打的，经验才50。没办法下去，哎，这个什么脚印，这些杂乱的脚印是焰火国人，数量还不少。焰火国人他们也上山了，要是碰上可就麻烦了，我们得小心点。好，前面有存档点，我们先过去吧。这集其实也差不多了。哎，神秘物品，这边不能走。我又变浓了，银川的术法已失效了吗？好，先把旁边的宝箱捡一捡好了。好，这集其实也快20分钟了。这什么啊？软肉玉。哎，哇，突然变好浓哦！哎，这边还有一个贝币650，还有吗？啊，跳不过去。这边还有一个宝箱，负气丹。好，只能挡吧。那我们这一集就在这边结束好了。
好，希望回到换到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换到粉丝要按个赞，也追踪最新消息。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记得把它按下去，然后铃铛记得把它打开，这样我更新影片之后，你可以随时追踪到我第一手的最新影片。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拜拜。